吗？那你已经喜欢70%的我了。Double kill， 甜的。张老师打扰了。哎。麻烦问一下路。走向你心里的路。Triple kill。相反的土味情话来喽。我是哪里人？你问我呀。我是你们心里的。我是你们心里的。我怼了你一天，那现在给你补个这个，可以了吧？对吧？我跟我粉丝土味情话啊！你眼瞎吗？撞我心上。从今以后，我只能称呼你为您，因为你在我心上。我发现昨天很喜欢你，今天也很喜欢你。而且我有预感，明天也会喜欢你。我觉得全世界的门应该由你来，让你来敲，因为你，这我知道，因为你敲得好看。我一点也不想你，这个我更知道，一点半想你，对不对？你知道我和唐僧的区别是什么吗？我知道，告诉你是什么啊，是唐僧取经。